今天全国中山会举办的践行中山大会共有2万多人参加，他们从上午9点钟起从台北县的西子车站陆续的出发，他们进行的路线是经过进修院、圣德宫到秀峰山，然后从天使宫回到西子，全程10公里，一路上风景都很美丽。参加登山践行的人一面考验自己的体力，一面欣赏风景。今天上午天还下着毛毛的细雨，也增加了艰苦奋斗的情绪。今天参加登山践行的人也都参加了幸运抽奖。